我们来看看这边车上，三轮车上带了几个小德牧，可以啊，这小品相啊，挺可爱的，好机灵。哎，打不开，原来这个有个这个，这条漂亮啊，你看这条嘴挺宽的啊，脑袋也挺大，眼睛还圆，就是有点小，没有立耳朵，耳朵有点小。哎，你看这天热了，小狗就喜欢吐舌头。哎呦我去，这大狗怎么这么丑呀？这谁家的狗啊？这谁的狗啊？这是狗马呗？这是小狗。哦，这是小狗。哎，这狗咋长得那么丑呀的？你这几个小狗小个子的长得不孬嘞，这一条。这。中年的卖过了。中年龄的卖了。多少钱卖的？两千八。哎呦。那你这小狗，哎呦，你抱出来一个，我看看，你抱这个，我看看，那么贵吗？你是啥狗？我老天王，那么贵？哎，就它，对，抱出来我看看，来，你放到上面，我看看，哪值你2800？我的天哪！哎呦，这小嘴都要紧的都不能，哎。你给我夸夸他哪好，他值2800。我不然就是条狗，我没看出来他哪好值2800。你占个零头也不行呀，我老天光。我觉得这个500块钱差不多啊，那只值800可能都是。我觉得500块钱能卖吧。一万都卖不动。一万都卖不动。你意思是分段卖的。啊，这一段贵的。一万比较贵，一万值2000。啊。这你给我保他哪好，他为啥好啊？你也不知道为啥好，那就是漫天要价，那就给你抹地还钱啊。要这一个小狗得多，你要这是个大狗，我负责这个狗完蛋了，肯定不是。哦，你说这个大家伙那么大了呀，才要2000，还撩不过这个小个子嘞。小的多少钱？3000。刚才不还2800了吗？哦，卖罢了是吧？你这个长得是不孬，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哈。体型头版我看到还行，就他还这现在小看不出来，还得再发，还得叫他再发。现在小看不出来，因为这个狗小时候看到嘴粗啊，到时候再大一点，他的嘴就开始变长变尖了。现在决定不了他，我来看一看啊。这条耳朵一立，哎，感觉又出来了，不一样哈。这条狗咋分？我说真的哈，你这个狗咋跟骂人了呀？你这条小狗，哎我的妈，你这个带来的小狗，我觉得长得是不孬，但是价格吧，确实有点高。你要是600块钱嘛，说实话，我咬咬牙我就把它给带回家了。你说你3000块钱，我这句话。